我是邓丽君文教基金会邓长富，今年是邓丽君小姐70名诞，也是她过世28周年，非常感谢各地的歌友会都办了一些纪念的演唱会啊。在这里我要感谢亚运会长的全球邓丽君歌友会，要在5月6号举办心里梦里我只在乎你群星网络直播的演唱会，那我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去看，我也预祝这个演唱会能够顺利成功，也祝大家身体健康，谢谢。各位军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佳。又快到5月8号这个特殊的日子了，在这一天军迷朋友们都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追忆和纪念邓丽君小姐。在这里我预祝全球邓丽君歌迷总会举办的心里梦里我只在乎你纪念邓丽君先逝28周年群星网络直播演唱会圆满成功，也预祝全球邓丽君歌迷总会越办越好。心里有一个谜，不知如何说起，梦里有一个你，我的心又起涟漪，心里我问自己，是否能忘记你，梦里再见不能没有你，既然两情相悦，为何不能见面？既然朝夕相念，为何你避而不见？知道